大家好，一往情深，望眼欲穿等等的词语都在表达着真爱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小细节是骗不了人的，旁边的站姿，罗晋的眼神，确认过上百张合影，这才是真爱。终于明白为啥很多人都说唐嫣的双腿站姿，那是不由自主的真爱表现了。本身已经173的唐嫣，稍微穿高跟鞋和做发型，那就是180的大个子了。罗晋不矮，但是压力也不小呀。真正的爱情总是双方确认的眼神还有动作，唐嫣看罗晋的眼神，还有收到的回敬的眼神，蜜里调油，小心翼翼，倍加呵护的感觉，隔着屏幕都被甜到了。有人说罗晋把所有的高调都给了唐嫣，唐嫣的小女人的小甜美也都给了罗晋，两个人的现场就是大型的撒糖节日一样的场面，宠溺的眼神都把人融化了。姑家说1000到10000，两个人的甜美相恋都是双方最美好的感情。罗晋和唐嫣已经许久不秀恩爱，但是一现身，那是每个小碎步都要跟着牵挂，默契和爱护，这才是真爱呢。8月2日，出席活动大方承认生下女儿的唐嫣正式复出。和娱乐圈很多升级当妈后的女星复出时关注点一样，对于产后露面的唐嫣，不少网友将关注点放在她产后身材和状态上。从当时活动现场照来看，产后回归的唐嫣身材和孕前无差恢复得很不错，即便是生图，身材依旧纤瘦，无一丝赘肉，有着令人羡慕的少女身材。不过，有网友大赞唐嫣状态在线美如少女的同时，也有网友吐槽她脸部状态不是很好。其中便有网友表示，产后复出的唐嫣脸部松垮，很显老态，笑起来法令纹太深，脸部表情僵硬，言辞颇为犀利，对于身为产后妈妈的唐嫣并不是很友好。9月12日，某护肤品牌晒出唐嫣作为代言人拍摄的一段最新视频，视频中唐嫣头扎低马尾，身穿白色 T 恤，笑意盈盈，当妈之后愈发温柔，直对镜头拍摄的唐嫣完全不惧脸部被嘲松垮老态，将最真实的皮肤状态暴露出来。无滤镜下的唐嫣黑眼圈有些明显，但脸部无细纹无毛孔，还是很光滑的，并不像一些网友吐槽的那么不堪。37岁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不错了。而说到自己的皮肤状态，唐嫣大方承认皮肤缺陷，直言皮肤就是属于天生脆弱型的，每当换季或是熬夜拍戏的时候就会变得脆弱不稳定。其实不只是唐嫣，每个人的皮肤都会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缺陷，即便是注重护肤的明星都不能保证任何时刻都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镜头，更别提是产后回归的妈妈了。